想坐上未来20年的时代顺风车，跟紧风口，荷包成千上万方倍的，就别错过大年初一的水瓶座新月。因为这一波新月直接接轨了247年的史诗级回，开启了时代新纪元，号称全年开吉纳福最猛的日子。那话不多说，我们老规矩，不画饼主打避雷，大家快快留下91ND 加上你的愿望，点亮花灯激活能量。另外呢，小粉群也会给大家安排文字版的指南。2月10号的大年初一早上6:59，新月发生在水瓶座的20度41分。那么虽然说每年的这个大年初一几乎都是水瓶座新月，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今年呢年初时代行星冥王星时隔247年再次光临，代表创新、自由、特立独行、打破传统标签的水瓶座，并且在24年的年底正式开启为期20年的水瓶时代。那上一次冥王水瓶时代开启的时候还是在1777年啊。那大言不惭的说哈，能够看到这条视频并且抓住这个机遇的人，必然是攒累生累世的好运气，被宇宙亲自筛选出来的幸运儿啊！因为大年初一撞上水瓶座新月，同时又赶上冥王矿做到水瓶，这样子的事情绝对是247年难得一遇啊！想要去吸收这一波新月的能量，全面复苏，响应时代的变化，或者说坐上未来20年的时代快车，就一定要呱呱去许愿啊！那什么墩墩啊、调停子啊，这次都给我大方备上哈，千万不要落下。不懂怎么做的，可以在自己追加问我。关于这次许愿呢，它能够帮助到水瓶座360度开启高光，然后助力巨蟹、天秤、摩羯荷包大涨，稳定天秤、狮子的桃花感情，然后助力金牛、处女的事业、职场以及射手、双子的出行学习啊，那也能够让天蝎家庭和谐、房产顺利，让处女、双鱼身体顺心、小人退散，还能让白羊团队开挂、贵人成群、自媒体大爆发。本次新月因为还加上了群星落入水瓶座，又被众多的这个星象前后包围，而且啊，四分了新月主角手。天王星综合来看呢，近期的计划要小心，计划赶不上变化哈，容易有一些突发状况或者聚少离多、交通事故、沟通冲突或者一些价值方面的分歧吧。建议说话做事三思后行，注意安全啊、用火用电以及说烟花、煤矿、火山方面的问题。部分人可能会荷包大缩水，感情有虐恋，事业犯小人，职场被挖坑，但是不要担心啊，这部分大家可以翻一下前面我讲的春节合集的1、2篇，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哈。本次新月的第二天呢，还出现了月土合跟月木六合，不仅给我们的这个愿望清单带来了扩张方倍的好运，而且像土星这一种接地气的力量也能够让我们清晰持久的去显现目标，所以还能什么呢，直接干就对了哈。那关于新月如何许愿以及对于12星座的许愿方向都在小粉群里面，大家可以自行去查阅。然后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关注点赞，激活能量，拜拜。